人情提要，万事大吉买两张有中一张，本次别家再买一张试试看，接下来看这一张会不会中奖。现在是8月10日，开始刮了。智慧共估还是落赛，好像都不好。一千开始刮，灾后母后，五丢没，第一千共估，第二千开始，金价五告衰，五告衰，第二千也杠归，再来第三支签，北价虽把，五扣零价虽马，五吗？乌吗？五吗？乌吗？五吗？第三支签又没中，金虽啊。第三千又没中奖，看来又要共估了。继续第四支签，看有没有，有没有？哇哩嘞，到底有吗？第四千杠归，金价五告虽，金价就没送。再来第五千，金价妹给赌烂了，金价妹给笑了，共估了，五局也杠归，中一千五之后开始不太妙，最后一局看一下，看有没有，金价虽五告虽，金价太虽了，这张又没中。要该怎么选号了呢？金价太衰了，五告衰了，又共估，金价就没送。依照往例还是确认一下，刷呀，确认未中奖。要想一下是否要继续，还是要换一下选号逻辑。金安内够跨卖，谢谢观赏，下次继续测试啊。谢谢大家。